据说啊，虽然说九月份之后又会出一个新的金，对，更高一级的卡，九月会出一个全新的金，九月十月，挺好的，兄弟们。自动挑战一步一步来，嗯、你们要需要时间的。见证我们一步一步走。你要是没有自动挑战，你自己点的话，比这还慢，还购买次数。你们主要是要一步一步怎么才买一次呀？见证我们走到巅峰，它其实五次，直接败北了。哎，怎么会被越战呢？太狠！你直接被144亿的这个团子给越了。哦，他好强啊！我靠！好的，非常的花哨。那我呢？啊，直接一下就给他秒了。我操！他怎么又复活了？我靠！又秒了！我靠！二打一，应该可以了。咱们把正义的二打一环节，兄弟们。很建议，他一个孙策单挑，我们这边一个孙策加一个马童，我感觉。那他是怎么打赢的？请问，哇，你打不过人家，人家孙策比你强。对，咱们那个装备经验没有经验，我发现他更强。知道了，找到问题了。兄弟们，找到问题了，咱们处理一下问题好吧？被越战了两个亿，他是140多。好，144是吧？对，我记得末尾是4亿。五双现在打一下，咱把金链石领一下，好吧？咱们主要缺金链石。你这游戏10000亿哦？对，这游戏有个特点呢，就是它战力特别的虚，可以很爆表。对的，很爆表。717名，没有他高。他的那个孙策是真的强，点咱们的奖励，这些都别买，直接过来买经验石，对吧？这位兄弟，咱们直接，就你们玩新区的时候也注意一下啊。怎么敢玩马腾呢？马腾没有玩的，不玩的是孙策，战力加了2亿，兄弟们，但不要小看咱们这2亿战力，现在这攻击来到2亿5182万，这个咱是实战，纯纯的实战。好。这个人是刚才那个吗？对，还是那个榜一。来看一下，对吧？但这一次咱们也不是当，咱们已经不是当时的咱们了。看一下。哎，他为什么死？又换了一个角色啊？他们是变身，不是死。哦，好的，好的，懂了。好，又是熟悉的二打一环节。四打一。我觉得你不一定能打得过。这次咱们攻击力提高了，咱们有底气了，土哥。不行不行。他技能满了。他满了打不动呗。啊，这就打过了？别小看咱们涨的这2亿战力，这2亿战力他再涨个10亿都不一定打得过咱。好，明白了。那我的200亿战力去哪儿了？200亿战力还能再涨，土哥还能再涨。看一看，看一看。最后把缘分开一下，分开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是要开谁的缘分。缘分，对，缘分就是这，也是加战力的，加的比较多。好看一下。我缺一个紫金的太史慈，一个紫金。我们抽抽紫金的卡。紫金的卡可以抽吗？紫金和高级的都抽了，好吧？的话还有107抽，兄弟们，直接抽5。好，但是大家不是说要抽群雄吗？抽群雄的话，咱们玩的是5。对啊，好，陆逊，没关系。对的，兄弟们，你全英雄是吧？听着好像挺厉害的。太史慈，静安比较强吧？这是一个，反正哦，红将，这个强，赤金的，抽的周泰，这最高就只能抽的赤金了。对，到你了，奖励最高是赤金。这个哇，哦，又来个，哎，出了两个太史慈，兄弟们，一个紫金的，一个紫金的，一个红将。现在开始点毒液吧，兄弟们。好，隔几个太史慈，赤金的太史慈，可以的。赤金和紫金是一样的吗？不一样，紫金是赤金的前一年出的。哦，那这个紫金将不太行呀，这个倒是很好看。对，他从紫金以后出的例会都挺好看。开图拉战力是怎么开图呀？现在就在开图哦，懂了。原来开图鉴的意思是这个。咱们先做的不如就在开图鉴，开些不是没有的图鉴。那化境是什么意思呢？化境是就是咱们赤金将特有的养成机制。升吧，好好升。升一下，这个化境其实加不多少战力，它毕竟是好，它毕竟是。微信给我发了这个问题，好，可以的。加油加油加油升！拉战力加拉呀，正在拉。哦，这直接加了3亿这一级，全体加400万，417万，还可以的。这时候这些都可以升星啊，开一下那个啥，那些升星的都要升呀。升星的话，咱们可以先把缘分开了，然后再去升星。OK， 缘分加的战力肯定要比升星多的。好，没关系。加了缘分，加了10亿，加了1亿，10亿。对，161到170了。哦，这样子吧，这又加了7亿。哇靠，180亿，180亿的兄弟们。哇，200亿，有的搞啊，有的搞。这里就在疯狂升星。对，现在但是差了一点点。把这些都升完就可以了。你这样的话其实是很公平的，加的就很多，对吧？不管谁，都可能有作用。这种更新就是哪怕垃圾卡，反正它就是加图鉴加的最多，这些垃圾卡没有别的作用了。对，这些垃圾卡只能加图鉴或者凑几百凑缘分。小乔换周泰是吧？兄弟们，小乔换周泰过火快，兄弟们，周泰那个化境才点的。对，就是能加多一点点。咱们点完图鉴以后加不了太多，兄弟们，点完图鉴再去换，不要着急，兄弟们。好，这个加的挺多的。现在加到191。第一天200亿战力达成是吧？就怎么这句话呢？最后还差一个，对吧？7-8亿战力，还有哪里有？到处找找吧。你玩了2年，跟我现在差不多。那你这个没有仔细玩呀？你这也太菜了吧！缘分加3呢？
一下民兵，点一下助阵，就把周泰卸下，把周泰换一下小条线来。好，好的，手残了，手残了，点过了，兄弟们，少了好几战力，不屈周泰。好，194亿了。然后最后点这五辆重生，把小头重生掉。好，然后就把这些东西全部再升级升级。然后这些东西原材料全拿去升周泰。哇，这些东西我都要记啊！这些东西好多呀。点一下助阵，这个助阵，好的。上阵缘分再加一，又能加个1亿，我靠，196了。然后再升再升，先升级。然后过来给先给周泰升下级，然后再进阶。为什么不能快速升级？45级才开。哦，差了一点。等级还不够。好，这些。都很好理解的，这个橙色的是加经验加最多的，但是也升的比较慢，谢谢大家的理解啊。马腾能升2星是吧？要看一下进阶，然后咱们再把进阶点。进阶石好多呀，好多好多。进阶石的话，每扫荡一次都会给。为什么不动装备？他就没有停下来过，一直在搞啊。大家给他一点时间，让他把该搞的搞完，你就说什么东西还没有搞对吧？再骂他也不迟，先给他点时间。兄弟们，你们先给我，你们先给哥们给点时间，兄弟们。这个能加好多的，加。3亿，好，200亿战力达成了，各位。然后再点，兄弟们。哎呀，200亿，洒洒水了是吧？对，兄弟们，现在咱们是208亿，然后阵容还有红点没有清。有人说中午就说让你把红点都清了，结果点到现在红点还在，播了个寂寞。是我们播了个寂寞，但是也就加了200多亿战力吧，对吧？这个还可以理解一下的，已经很快了，要求很高。点的手都酸了。对，没关系，对吧？三只手一起射，我可以帮你操作一下键盘。图图攻。葬典礼和天宫赐福拉没拉？拉了，拉了，拉了。好，怎么拉了？我不知道。工藏的话，那个时装不是很帅，兄弟们。又有个什么东西？这是一个降，这又加了一战力，这是一个培养，然后可以激活降心，降心可以增加。培养，别，就是嘴巴在动的时候，手也要动，别就在那晃鼠标，着急的很啊。全属性加满，哇，1.5亿战。降心是直接加全属性。我靠，就把这两个天津都给培养了。加战加好多呀！然后在天津优先培养，这游戏这游戏怎么样学习？就是不断的去点红点，点红点，就发现这游戏哦，原来是这么玩的，是吧？好，少三二玩了多长时间？少三二的话，咱们现在有4个小时都没通关。少三二的话，其实早上只玩了1.5小时，现在才玩1小时，才要2.5小时。哦，2.5小时，你怎么就想到刚好一昆石？好吧，一昆石，我的天哪！刚好一昆石，兄弟，这个话说的很棒，以后的这个大主播非你莫属啊！你原来你忌惮我的位置。咱们主打有潜力股，好吧？除了潜力啥都没有。啊、潜力股，各位，你有没有这个喜欢潜力股的女孩子啊？这里有一位，就是胖的呀，但是她身高很高啊。今天我前两天还看到那个说有180身高的男孩子，只有5%，都5%。但是地罩杯新疆占80%啊，180。啊，但是地罩杯以上的女孩子，全国4%。好，来，我们先看一下排行榜，排行榜在哪？对吧？咱们先点名人堂，名人堂就排行榜。好，战力榜，迷人的榜图是第一。等级榜，咱们再把、排行榜的红点清了。等级榜啊，咱们是第二。对，都是这个人。为什么是红色名字？因为他主线打的比我们多。这游戏也就出了5年吗？他是那个2019年出的，2019年10月12号。哦、如果我记得没错，是这个点。那你女朋友前女友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记不住。好，记不住。他连这个游戏哪天开的他都记得住，连前女友是哪天的生日都不知道。好的，兄弟们结束了。好，结束了。地软打不了的兄弟们，直接下播啊！兄弟们，拜拜，拜拜了，各位。